十月十二日，王源在自己微博上传一张健身照，照片中的他身穿白色 T 恤，露出双臂，大秀肌肉。他勤奋举铁，看起来十分努力。王源还留言称：“正常的锻炼锻炼身体，保持每天的运动量，保持身体好的状态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”网友纷纷表示：“开心就好呀，注意休息哦。”哥哥好刚啊，又在举铁，看起来好 man。飞刀娱乐整理报道。